永远会死的。我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，哎，虽然他都是第二名，可是我们两个说好下礼拜要去看李炳辉演唱会，我不相信他会死啊。学校方面呢，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哈。那我们呢，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遗憾哈。而且更可惜的是呢，小美啊哈，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哈，在校成绩也非常好哈，所以呢，今年才大一科的上榜名单哈，我们学校就会少一个哈，这是非常可惜的哈。注意，五秒钟以后新鲜场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倒灰哦，倒灰哦，喝起来倒灰哦，倒灰哦。在倒灰哦，来哦，想倒灰哦。妈妈，豆花冰棒好好吃哦。比你刚刚那点多，再多吃一点呢。啊，好。我有冰棒吃，你没有。经济让你安排。啊，倒灰哦，冰冰凉凉倒灰哦，倒灰哦，天气那么热，然后九个人，嘿，倒灰啊，快起来倒灰，倒灰啊，算了，我们去休息一下，这绿茶，哎、欸，他过来倒灰嘛是冰的啊，他哪不能买来买呢？倒灰哦。倒灰哦，倒灰哦，宝贝，里面有人在卖豆花，你想不想吃啊？不要，我路边在这里。对哈、哦，我就想找自己的找。就跟你说卖豆花的，那么难吃就不要来吃，还卖什么鼻屎豆花？你看我绕赛绕一个月，你知不知道啊你？出来不要乱卖好不好？公公，我的豆花有这么歹吃吗？不要黄翔，歹吃煞，麻烦来给我逼大嘛。哪个人？豆花哦。现在的位置在传说中的毒豆花摊前面，大家刚可以看到，所有人都三过豆花了不买，可就是豆花是恶名昭彰。哎，现在有民众去买豆花了，我们来反问他的反应。来，列倒灰。先生，请问你现在吃这碗豆花？请问先生，你看这一集啊，上电视了，好棒哦！快！妈，我出门了啦，我想找回马家兄弟西。妈，太棒了哇！不，你现在吃这碗豆花，它是什么味道呢？它是辣的，还是鼻屎的，还是烂豆花，还是不甜的，还是无糖的西糖水，还是硬土豆？这碗豆花没有味道。没有味道的豆花，难怪一般人吃不出它有。太恐怖了！天啊！杨先生啊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杨先生，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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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
你现在干嘛？我叫啊，叫啊！有人死，当然是叫，是不是？我，你会打119？你会做 CPR？ 演员就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嘛。我付你那么多钱干嘛？从头，从头，从头。4321，现在有名民众来吃豆花了，来找一下他的反应。先生请问你现在吃这碗豆花以后你有什么反应？先生你看快点！钱呢、啊？钱！现在记者也真奇怪，乱报新闻打坏我的名声了、啊。他跳楼时是他自己想要死的、啊，他吃错药也是他不小心的、啊。最离谱的就是那个小孩子啊，被车撞死了，要去找司机才对啊，关我多二什么事呢？啊，社会黑暗啊，什么话都有人说。现在记者家要修哎，还有倒灰哦，这么喝呗，我来保一杯。还有倒灰哦，倒灰哦。